喂我。相柳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悄悄走到我身后，我猜不透你想做什么，竟生出了奇思遐想。没想到姑娘竟是认错了人。古虫没有一点反应。姑娘如此看着我，我倒真想是你口中叫的那位了。你真的不是他？你如果愿意陪我喝酒，我当当他也无妨。好呀。我若是对姑娘一见钟情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喝了这杯酒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对我用毒？真的中毒了？你这般执手相看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怎么舍得不答应你呢？姑娘何须有毒？还真是不怕死啊。那要看死在谁手里。解药。喂我。为什么对我用毒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了人。你每次认错人都要下毒吗？这个习惯可不好。抱歉。哎，一句抱歉就想走啊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你记住我。房风背，记住了，下回可不许认错了。